2023迷雾剧场最好看的悬疑片终于来了，由宋佳扮演的女警冉冬冬一上来便三枪击毙了挟持女孩的绑匪。虽然他三枪成了人民英雄，可打靶和打人真的不一样。第一次朝真人开枪的冉冬冬仍旧受到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为亲近的枕边人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视频我看了，其实你第一枪已经把他放倒了，该补后边那两枪。穆达夫认为任何嫌疑人在法院正式宣判之前都有他生存的权利，而妻子今晚的行为属于是滥用武力。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妻子强烈的不满，自己是一名刑警，刚刚才击毙了一名劫匪，解救了人质，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你身为一个家属难道不应该感到骄傲吗？如果是一枪击毙，我会为你感到骄傲吗？冉冬冬听后冷哼一声询问老公，如果他拿刀抵着那个浑身是血的女孩是你的女儿，你还会说出这句话？两人睡前的谈话不欢而散。隔天下午，钓友在江边发现了一具女尸，接到消息的冉队赶到现场，当女尸被翻过来后，冉队只说了一句，他妈做的你。随后他询问报警的两个钓友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在这附近闲逛，可大爷却憨憨地说，搁这闲逛的人就是我。不出意外的，大爷被带回去做了笔录，事后经过法医鉴定，结果显示死者年龄在25左右，死亡时间大概是40个小时，右手被人用锐器切断，后枕部有被砸的明显凹坑，但死者的真正死亡原因是溺亡。局里将该案件命名为大坑案。很快警方接到了群众的线索举报，大妈描述死者跟他的租客很像，死者名叫夏冰清，26岁，从不拖欠房租。在初步探查完受害者所租的房间后，冉队将夏冰清遇害的消息告诉给了对方爸妈。夏冰清母亲听后直呼不可能，她声称自己的女儿人在北京工作，十分孝顺，每月都寄钱回来给我们花，三天前还给我通电话了呢，说爸给女儿拨去电话，然而传来的却是用户已关机的提示音。直到看到女儿尸体的那一刻，二老终于认清了现实，母亲惊吓之余直接昏倒在地。事后冉队对两人进行了简单的盘问，冉队问二老孩子有没有什么仇人，夏爸说女儿从小就招人喜欢，不可能与人结仇，唯一不喜欢的人就是老李一家。夏爸直呼这事情都怪自己，原来几年前老夏开车意外撞到了人，后来他选择跟被撞者私了，怎料却让一家人掉进了无底洞。被撞的老李家隔三差五便会来要各种费用，护理费、营养费、医药费层出不穷。这天家里收到了女儿的录取通知书，母亲特意做了一桌好菜，可女儿却是愁眉苦脸的，只因爸妈暗地里篡改了她的志愿，将原本的金融专业改为了护理专业。而父亲的理由却是护理学校的费用低，而且可以少读一年，这样你就可以尽快的出来工作。怎料此事无底洞却找上了门，被撞的老李一家又来要医药费了。夏冰清受不了老李儿子看自己的邪祟目光，直接摔门离开。而老李一家看着一桌的美味佳肴，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傻儿子，别老吃米饭呢，这鸡这肉，来。后来老李家不打算要钱了，直接盘起了要人的算盘，把冰心嫁给我儿子小伟啊。这样的话咱们两家人就成一家人了，那就不存在什么赔钱不赔钱的了呀。老李见状笑开了花，真是个好主意啊。这么说你同意了？谁同意了？我会认真考虑的。随后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夏冰清在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前来到了一家酒店，在大堂的落地窗前点了杯咖啡坐下，期间坐了一个多小时，经常低头查看手机，左顾右盼，像是在等什么人。然而当镜头放大后，冉冬冬人傻了，夏冰清一直在看的人竟然是自己的老公穆达夫。穆达夫，你为什么会在这儿？那你呢，夏冰清，你在等谁？迷雾剧场新剧开播正面硬刚，他是谁？冯小刚执导，宋佳、王阳领衔主演，人世间情侣当二搭，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这个阵容可以说是堪称豪华。而剧情的张力也是冲击满满，一环扣着一环。故事一开始，女警冉冬冬便在江边发现一具女尸，警局将其命名为大坑案。然而冉队进一步调查过后发现，自己的老公穆达夫竟然是犯罪嫌疑人。监控中显示，穆达夫不仅和死者夏冰清先后来到了酒店的大堂，而且在夏冰清离开后五分钟他也跟了出去，之后二人都消失在了监控的范围内。你太高看他了，我非常了解穆达夫这个人，给他100个胆他也不敢杀人。不过细细想来，案发当晚老公的确可凌晨一点竟然跑去洗裤子，之前从来没这么干过。为了避嫌，冉队让下属着手调查自己的老公，而自己则把目标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徐山川此人是夏冰清的男友，一个40岁有妻有孩子的成功男性。你都有家有孩子了还叫女朋友啊？我犯法了吗？
在冉东东的一番专业审讯下，徐山川讲述了二人的相识经历。三年前，徐总在招秘书时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拎着行李箱面试的姑娘，而面试的题目竟然是让夏冰清把箱子打开看一下。在对方极不情愿地打开箱子后，徐总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蹲下身翻看起来。觉得您这样有点不太礼貌吧？不出意外的，夏冰清面试没有通过。然而夏冰清并没想着放弃这次机会，为了见到徐总，他谎称给对方送资料。当被领进 KTV 的包间后，他询问徐总为何不录用自己。徐总的名言是，一个骄傲的人是不会录用另一个骄傲的人。夏冰清听后悟了，当即放下手中的物品，便开始脱去外套，解开领口，一屁股坐在了徐总腿上。这样是不是就不显得骄傲了？像夏冰清这种姿色的女孩，徐总敢打包票，只要她往男人腿上一坐，没几个男人能抗得住。在最初我完全就是拒绝的，因为我一想到老婆孩子，一想到我的企业，我是硬生生把这股劲儿给忍下去。像我这种社会地位的人，面对主动靠近的异性，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夏冰清也不例外，我当时就把他轰出去。停。然而徐总的描述就跟背台词一般，毫不喘气，必定是假话。身为经验丰富的刑警队长冉东东一眼便看了出来，他知道徐总不但没将夏冰清轰出去，二人还在包房里待了三个小时。在一番审讯套路的过招下，徐总终于耗不住了，交代了一些事情，表示夏冰清后来提出想和自己结婚，因为有家庭在内牵扯很多，徐总没办法答应冰清的要求。后来夏冰清想结婚想疯了，只要徐总不出现，他便拿自杀威胁对方。然而每次自杀都是当着徐总的面，冉东东一眼便看出，这说明夏冰清并不想自杀，三番五次的拿自杀威胁，所以当最后一次自杀时，徐总便没有当真。因为他真的爱上你了。另一边，下属在审讯完穆达夫后，信誓旦旦地告诉冉队，姐夫绝对和这件案子没有关系。然而老辣的冉队一眼便看出，下属是在撒谎，他一定有着什么秘密瞒着自己。天伟啊，你没结婚吧？没有。如果你结婚了，你就应该知道，男人都有一些不想让老婆知道的秘密。完了完了，穆达夫这家伙不仅 PU 自己的老婆，如今连老婆的下属也不放过，他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我发现你在莲湖开了两次房，一次是上个月20号，一次是上上个月20号，准的就像来例假。老公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房间开来是跟小胡他们打牌用的。然而妻子却说，上个月20号小胡不在本市。此时他的眼角已经溢出泪水，老公听后赶忙改口说自己记错了，表示跟小胡是上上个月，上个月是跟小何小豹以及老夏他们，我就那几个牌友你知道的。妻子听后失望至极，她知道老公依旧在骗自己，因为上个月20号老夏开了一天的会。老公听后急眼了，质问妻子连自己的朋友都监控了。投案自首会从轻处理。拜托，我是你老公，我不是案犯。老公不说实话就是案犯。这一夜夫妻二人再无试探，老公认为妻子不相信自己，内心中莫名涌出一股鲁迅式的悲哀，仿佛天底下没有说理的地方。而妻子也知道老公没睡着，但他还是假装睡着了。原来三枪击毙歹徒的那天晚上，冉东东的公公生病被送进了医院。穆达夫晚上8点赶到急诊室门口等待时，裤子上意外沾到了急诊病人留下的血渍，所以回家后才洗的裤子。然而下属在向冉东东汇报案情时，并未详细说明其他时间节点穆达夫在干什么，只是向冉队保证姐夫没有作案的时间。你是在替穆达夫保守什么秘密的吗？没有，我替他保守什么秘密啊？事后冉东东和老公来看完出院的公公，才得知爸是被气进医院的。原来老爷子被一个网络借贷公司骗光了裤衩，不光自己的养老钱没了，还跟人张老头子借了20个大不了。前阵日子张老头催得急，结果把老爷子催进急诊室里去了，最后还是达夫垫上了这20万，老头子心病才好转。冉东东询问爸妈为何被骗不报警，妈却说达夫不让报，他说家里有个警察还被骗，怕传出去丢不起这人。回家的车上，冉东东询问老公那20万是从哪弄的，免得妻子再误会自己。穆达夫当即把车靠边，打算好好给妻子汇报一下，他如实交代这钱是自己的一个老乡好借的。然而在汇报的过程中，冉队局里的工作电话总是不断，陆陆续续被打断几次后，穆达夫终于汇报完毕。明天我给你打20万，赶紧把被扔的钱还了。那不用不用不用，我这课题完成之后拿稿费还吧，好吧？你的稿费不就是我的稿费吗？别麻烦外人，就这么定，赶紧送回去。之后冉队又审讯了徐山川的妻子沈小，当看了眼前这些老公情人的照片后，沈小莹的内心毫无波澜，原来她一直清楚老公外面有人，只要他对我好，别的我都不管了。审讯一直从白天持续到黑夜，众人发现这个沈小莹很不简单，尽管就刚才的审讯来看，
她对老公的出柜毫不在乎，同时也没有作案时间，这一点邻居、保安、快递员都能证明。但根据沈小莹母亲回忆，沈小莹从小在班级里都是数一数二，每次只要没考好，她就会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像这样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怎么会看上去如此佛系呢？很有可能这是她故意装出来的，毕竟她主修的是心理学专业，因为找不到直接证据，警方只好先放了徐山川夫妇，但却派了人暗中24小时监视动态。事后冉队找到了自己发展的眼线，线人告诉他，夏冰清那天从包厢走出后，披头散发的挡着脸，而之前隐约能听见里面传出有哭声。冉队怀疑徐山川在包厢里把夏冰清侵犯了。至于夏冰清为何事后不报案，很有可能是徐总拿钱解决了，或是给了什么口头承诺。之后冉队再次来到了夏冰清的爸妈家中，他清楚这老两口没有说实话，人都死了还说假话，哪来的底气呀？果不其然，夏爸从兜里掏出了一封信件，上面写着，抱歉没能成为你们想要的女儿，如果我出了意外请去找徐山川。任东东看后十分气愤，质问梁老为何不早点将信封交给警方。因为他没有成为我们想要的女儿。女孩第一次面试就惨遭深情老板强奸，隔天报警前被对方拦了下来。面对一心想要报警的天真女孩，徐老板只用了五分钟便让对方打消了报警的念头。我是对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跟你发生了关系，但是那是因为我喜欢你，可能你还没喜欢上我，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他知道夏冰清家里缺钱，当即承诺会帮助其把家里的债还清，不想在家待那更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住的地方，怎么都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办不到。可如果你现在进去报警把我抓了，你想想你能得到什么？你还要面对你们家那个烂摊子，还会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如果说此时的夏冰清还没有踏足深渊，那么他的爸妈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门外爸妈欠债还钱的争吵声中，他给徐总发去了自己银行卡的照片。隔天徐总将夏冰清带到了豪华版的员工宿舍，月薪15000，一年180000，考虑到你家困难，于是我让公司一次性预支你6年的薪水，也就是108万。徐总不愧是生意人，连哄带骗用108万，不仅免去了牢狱之灾，更是诓骗了夏冰清6年的青春。直到今年年初回来给爷爷奶奶上坟时，夏冰清才给爸妈说了实话。当得知对方是个有家庭的老男人时，爸妈二人都急了，让闺女立马离开他重新找一个。你不要脸。喂，我就是不要脸，我不当小三儿，谁给你还你欠的一屁股债？你现在刚把屁股擦干净，掉头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我是吗？你别忘了，你的屁股是我给你擦的，是我在替你的无能买单。夏爸狠狠扇了女儿一巴掌。在夏冰清最为心灰意冷的那段时间里，他遇到了一个好人，也就是他租房楼下的广告店老板。自那以后，夏冰清每次应酬完都会伶仃大醉的来店里喝杯热咖啡，而广告店老板每晚都会加班到深夜，每天都等他，不管他有没有来。直到这天，女人又一次跌跌撞撞的进来，一进来便热得脱去衣服，半夜酒醒后看着褪去的外套，连裤子上的皮带都不见了。他以为老板趁人之危，当即吵吵着打算报警。你幸好我有监控，要不还得花钱请个律师。看完监控后，夏冰清认定包老板是个正人君子，之后渐渐的二人关系逐渐熟络。夏冰清也给包老板讲了很多自己的秘密，他太需要倾诉了，而包老板正好是他唯一的听众。此时此刻的夏冰清就像是一只鼹鼠，见光死，除了徐山川他不敢见任何人。在包老板的开导下，他打算和这段经历做个了断。于是这天他打扮成看起来很有气势的模样，让包老板开车送自己。他打算去会一会徐山川的老婆，等会难免是一场腥风血雨，所以他必须要坐熟人开的车，心里才踏实，也许是为了方便逃跑吧。然而没有一点心机手段的夏冰清完全不是正牌夫人的对手，两人压根不是一个级别，没一会便被徐夫人气得浑身发抖。两人的对话思路清晰，堪称经典，推荐去看原片段。我跟你老公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吧，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女人了。夏冰清一上来便被重重暴击。那我是第几个？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呀，反正一个大餐桌是坐不下，要是让他们都有座位的话，那至少得有一间教室吧。夏冰清想知道那些都是什么人，而对方却说，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你一个非法的还想管吗？夏冰清此时才清楚徐总为何那么忙，原来是忙着翻牌呢。他不解徐夫人为何不跟老公离婚。我要是跟他离婚了，他不就得祸害别人去了吗？主修心理学的徐夫人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不断摩擦着夏冰清的防线，最后他给了夏冰清一个忠告。你的优势呢，是年轻漂亮有活力，但是你看你今天卷的这个头发，拎的这个包包，成熟的都不像你这个年纪的人了。
当初你要是这副打扮出现在我老公面前，他应该是不会看上你的。徐夫人的一番话犹如是杀人诛心，下车后他就直奔去了理发店，只说了一句话：拉直。回想第5集的信息量真的太爆炸了，不仅诞生了亡羊补牢的网络热梗，更是出现了张嘉译将宋家扑倒在床的名场面。所谓亡羊补牢，是指演员王阳在剧中扮演的穆达夫一角，在酒店开房被抓疑似出轨，在被刑警老婆冉东东拆穿后，他又不停地用一个个谎言来弥补。有网友汇总，在前4集里，穆达夫便撒了6个谎言。文子川出轨了。就在刚刚，冉东东调查了老公的2次开房记录，发现在这2次记录里根本没有技师去客房服务过，这说明老公先前所说开房按摩的说辞又是在撒谎。综合老公在网上的留言，冉东东将目标怀疑在了贝珍身上，他怀疑对方在文章中所写的露骨戏码，男主角正是他的老公。而对于冉东东的盘问，老公则赶忙解释说，小说的情节是虚构，我又没问你。而贝珍却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连我也不确定自己写的到底有没有发生过。那时冉东东便怀疑起了二人的关系，而如今面对妻子虚无缥缈的猜测，穆达夫直接阴阳怪气起来。按理说就你这想象力，大坑案不应该没破呀。你才是我最大的坑。隔天放学后，穆达夫便将女儿送去了外婆家。而另一边的警局里，冉东东再次审讯了徐夫人，因为他们在审问包老板时发现徐夫人在撒谎，而徐夫人却在这次的审讯中交代，包老板也撒了谎言。他表示夏冰清在车上还威胁了自己，扬言如果得不到婚姻，他就去告徐山川，告不到他就做掉他。他的威胁你告诉徐山川了吗？没说。徐夫人认为夏冰清没有那个胆量，于是便没将此事告诉老公。而冉东东则认为他在撒谎，这么严重的威胁他不可能没告诉徐山川。徐夫人这个女人属实不好对付，一番盘问下来，案件依旧没有进展。事后冉东东开车送徐夫人回家，他上来便问道，你丈夫是不是出轨了？其实在最初第一次见面时，徐夫人便猜测冉东东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而刚刚的审问更加笃定了她的猜测。另一边，穆达夫回家后被桌上的一本书气炸了，书中照片的2个脑袋被圈了起来，正是他和贝珍二人。而贝珍的目光总是在盯着他看，老公反应越发激动，越说明他在刻意逃避，冉东东的猜测越正确，两人大吵一架，最后分房而睡，险些吵到了离婚的地步。隔天下班回家后，冉东东收到了一个陌生短信，对方约他到酒店长廊见上一面，特殊的工作性质让他选择了赴约，而约见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贝珍的老公。他告诉冉东东，贝珍很爱自己，他们俩不可能出轨。而接下来冉东东的一番话却让他头顶长出一片青青草原。东东询问他有没有看过自己老婆写的小说一页，老张表示当然看过，那是根据我们夫妻俩的故事写的。你在亲热的时候不喜欢开灯，还喜欢救美。老张听后用微笑喝茶来掩饰尴尬，随后老张依旧坚持那人肯定不会是贝珍，因为在20号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跟贝珍视频聊天到凌晨2点钟。2点之后呢？摊牌了，老张终于不装了，他表示自己也曾怀疑过，虽然这次来是想证明他们是清白的，可我内心一直都很矛盾。我给你带了2斤茶叶，你方便去我房间拿吗？随后东东跟老张进了客房，递茶叶时老张询问东东，你没有想过要保护他们吗？问罢后他将茶叶丢到一旁，直接抱住东东询问道，我们可以吗？见东东没有拒绝，他便将对方放在了床上。你相信他们出轨了吗？相信。你说过爱他一辈子，是他先背叛了诺言，别想和他们一样彼此彼此。当被问到你以后怎么面对孩子时，老张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果然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软肋，还好老张没有解开上衣的所有纽扣，否则东东对人性真就失望极了。而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反抗，也是在做最后的试探，试探老张到底会不会关灯，显然他没有。所以一夜的男主角真的是穆达夫。女人递给广告公司老板10万块钱，叫对方给自己策划一个方案，让他娶我。说实话，在我看来，让他娶你比除掉他更困难。那就除掉他。那时的夏冰清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可留恋的，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愿意跟徐山川同归于尽。然而徐山川没有除掉，夏冰清的尸体却率先在江边被警方发现。根据包老板事后回忆交代，他当时为夏冰清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既能保住两条人命，又可以让夏冰清达到目的，跟徐山川结婚，实际上就是杀人诛心。于是在徐山川生日当天，夏冰清对他提出了分手，并对远处一位酷似黄轩的帅哥眉来眼去，声称那是自己新交的男友。冰清跟我提过你，没关系的，每个人都有过往吧，我不介意。临走时，夏冰清为徐老板点了一首歌，这是他亲自为徐老板写的。也许你伤悲了，伤今天
天亮才遇见我，还不完的账。你也曾说过让我做你的新娘，可是你又不想和老婆分家。此时徐总的脸是越听越绿，当即掏出一沓小费叫住台歌手换首歌唱，然而歌手乐意，台下的观众却不乐意，一个个全听嗨了，吵吵着让歌手继续唱，徐总只好识趣的离开。深夜的会所里原本是次喜庆派对，庆祝自己刚刚甩掉了一个粘人的麻烦，然而有的男人就是贱，失去的内心总是在骚动，看着微信被拉黑的感叹号，徐总倒还真是舍不得，从来没有一个女人会这样对他。而另一边，包老板给今晚餐厅每一位捧场的群演分发了小费，当然也少不了今晚的男主角，他真实身份则是这家酒店的门童。晚上夏冰清在包老板的广告店里睡了一宿，上楼后却发现徐总躺在自己床上。我都等你一晚上了，怎么了？放不下我啊？虽然是分开了，但徐总还是想跟小夏最后好好的再告别一次，他是真舍不得这个美人。而此时夏冰清却说出了真相，他表示昨晚的一切是场恶作剧，想离开我别做梦了，咱俩没完。徐总十分生气，感觉自己被耍了。离开时他告诉小夏，你知道你有多恶劣吗？你这相当于我被释放了，刚走出大门就被你给叫回去，说放错人了。包老板向冉东东坦白，自那晚过后，夏冰清就很少再去找过自己，也许是对自己产生了警惕吧，毕竟自己知道的太多了。事后冉东东感叹，人人都在说谎，全是狼人，而咱们存在的价值就是要在谎言中找真相。此时穆达夫来了警局，给老婆送饭加送药，然而东东不承认自己患了精神疾病。穆达夫认为妻子近期来对自己的不断猜疑是因为对方患上了精神疾病，然而当到了医院后，主治医生却告诉他，冉东东的各项精神指标一切正常。回去的路上他询问老婆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轻松通过了医生的测试。老婆说，我本来就没病，只是你认为我有病罢了。事后冉东东又审讯了徐总，他拿出了夏冰清留给爸妈的字条。你说他为什么写这样字条啊？是不是什么关于他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徐总看后坚决肯定自己没有威胁过夏冰清，自己不可能因为一次生日时的玩笑就想着嘎掉夏冰清，自己不可能，自己的老婆更不可能，因为沈小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她就算是答应跟我离婚也能分到我一半的资产，但是杀人要偿命的，这种糊涂事我老婆是不会做的。而在刚才急促的解释中，冉东东捕捉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徐总曾对沈小莹提出过离婚。徐总见状坦白自己是爱上了夏冰清，为此徐总还为夏冰清准备了一场只有两个人的婚礼，这是连正牌夫人都不曾有过的待遇，因为他跟沈小莹结婚时没有婚礼，那是沈小莹的意思。而徐总则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仪式感的人，所以他一直希望和夏冰清的婚礼如果能是真的该多好，可这样一个爱过的人被嘎了，徐总为何表现得一点都不痛心？这说明其中必有猫腻。你撒谎。所以夏冰清到底是谁嘎的呀？是徐总还是徐夫人，亦或是包老板呢？老公骑在老婆身上想要亲热，怎料却被对方嫌弃的一把推开，老婆将身体蜷缩成一团，告诉对方自己有感情洁癖，在开房的事情没有弄清楚前，自己身体就会本能的拒绝。不好意思，要是扫了你的兴，我跟你道歉。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悬疑推理剧竟然能把夫妻之间的关系拉扯到如此极限的。冉东东问老公还爱不爱自己，老公说爱，就像贾宝玉爱林黛玉一样。隔天晚上冉东东又 emo 了，原因是夏冰清的案子刚刚进行到了破冰阶段，冉东东通过对徐山川的审问得到了关键的线索，对方亲口承认第一次发生关系时是自己强迫的夏冰清。然而就在下午时，徐山川又突然翻供，表示审讯时被冉东东的思路带跑了，脑子一迷糊便说错了话，而警方也没有实际证据，案件线索又不了了之。局长觉得东东压力太大，给他放了个小长假，夏冰清的命案暂时交由了别人负责。既然队里给放了假，冉东东便有了时间调查老公的案子。先是老公将破了洞的内裤挂在阳台上，当老婆拿着破洞内裤质问时，穆达夫却云淡风轻地说自己敢穿这种内裤更是说明自己安分守己。随后老婆问他有没有收到自己买的内裤，收到了。收到怎么不穿呀？弄得像我虐待你似的。内裤呢？走到办公室的抽屉里。原来这又是冉东东给穆达夫的一个试探，他先是匿名给老公买了新的内裤，还故意寄到对方上班的学校去，让对方以为是被针送的，两人为此又大吵了一架。老公认为这不是正常人过的日子，可老婆却说自己只是想知道老公是否不忠，到底还爱不爱自己。你别总问我爱不爱你，如果有空你也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还爱我。这个问题冉东东思考了一下午，他认为自己对老公的爱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像是口香糖，打打闹闹甜蜜的什么都要一起，
第二个阶段像是鸡尾酒，爱情减少了，亲情却变多了。第三个阶段则是飞行模式，爱情彻底消失，夫妻之间受不了一点瑕疵。这是冉东东对婚姻的三段论。两人在屋外的争吵吓到了孩子，最后穆达夫说出了那句话，那离吧，反正你把什么事儿都当案情一样去对待，你也确实不需要爱情了，那也就不需要我了。这是你真心想说，你不就是想逼我说这话吗？隔天冉东东回了娘家，告诉爸妈自己要离婚的消息。老两口听后一愣，询问他为什么，女儿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过了，没爱了。老爷子生气了，让女儿知足吧，你爸我活了快70年，只见过责任没见过爱情。老婆子听后也来气了，白了老头子一眼后，让女儿想离就离，别学自己，明明知道没感情还凑合一辈子。另一边，穆达夫下课后看到了老婆请来的离婚律师，穆达夫拽拽地说你认错人了，便扬长而去。回家后他告诉老婆，谈恋爱是俩人亲自谈的，离婚也要俩人亲自离才行，不可以找律师代理。穆达夫答应了妻子提出的所有条件，包括女儿的抚养权，但是他却要冉东东答应自己一个条件，仅仅且唯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要等到夏冰清的命案结案之后再办理离婚手续。为了能够尽快离婚，冉东东即使休假在家也展开了对徐山川的跟踪监视。然而这天一个大雨磅礴的夜晚，车外却出现了一个女艺人。女刑警跟下属在商业街抓捕在逃嫌犯，怎料却当场抓包老公和女作家私会，这让本就处在离婚边缘的夫妻关系更加的雪上加霜。你跟踪我呀？我没那闲工夫，巧合而已。我巧不成书吗？我们写书的人都理解的。其实穆达夫和贝珍也并非我们想的那层关系，四人的修罗场面也真的纯属巧合。我离婚了。为什么？因为你。原来贝珍此次找到穆达夫是兴师问罪来了，就因为穆达夫先前请贝珍的老公过来充当自己的说客，怎料却被干刑侦的老婆成功策反。如今他们二人一致认为，我们俩把他们给绿了。穆达夫对如今的情形表示抱歉，是因为我们俩把他们绿了。事实上并没有，但是黄万格回来一直问我到底有没有把他们给绿了，我就以为好像自己真的把他绿了。贝珍受不了老公一直对自己无休止的猜测，所以她还是跟老公离了婚。好巧不巧，接下来便遇到了开头的场景。这样的场景有理也说不清，自己好好的婚姻因为穆达夫两口子给闹离了，如今再次面对冉东东的强势，贝珍自然也不肯给对方什么好脸色，于是两个女人便在餐厅内明争暗斗起来。此时下属赶忙打圆场，表示有人发现了在逃嫌犯的踪迹，才终止了这场闹剧。原来就在几天前，冉东东为了尽快跟老公离婚，违背队里规定私自监视徐山川，不过还真被他发现了一个疑点，那便是徐山川的司机，这个长相酷似吉吉国王的男人。男人名叫徐海涛，是徐山川的大侄子，而通过对该人的电话监听，冉队发现有一个变声人的来电十分可疑。到时候大家都晚了，大家要一起同归于尽。于是警方对该变声人的手机号用户进行调查，发现身份竟然是一个死者，买手机号用的也是假身份证。于是警方对徐海涛进行了监视，刚好这天徐海涛接到了变声人的电话，接过电话后，徐海涛带着一袋现金来到了酒店的健身房。此时他再次接到变声人电话，神秘人告诉他被警察盯上了，徐海涛刚想跑却被警察堵上了。审讯室内，徐海涛声称自己在网络上赌球，刚刚是在给变声人送钱。买的什么比赛？NBA 世界杯半决赛，我买的法国队比利时，我买的比利时，那比利时把巴西给赢了。得亏你小子没买，不然裤衩子都要输没了。海涛透露自己的本金是找叔叔徐山川借的，因为自己马上要结婚了，想多挣些买婚房。事后冉东东又盘问了徐海涛的未婚妻，却发现对方的回答如出一辙，但流畅的就跟背课文一般，直觉告诉他这其中藏了不少猫腻。事后两人在车上再次复盘了案情，回去再次调查酒店的监控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经过技术部门处理后，发现此人正是先前开广告设计的包老板。随后当赶往包老板的广告店时，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而技术科根据现场脚印采集，发现脚印跟酒店围墙外的脚印完全吻合。冉东东判断包老板去酒店要见的人正是徐海涛，因为他们都认识夏冰清。于是警方对包老板进行了通缉，随后商业街有人报案，发现了包老板的线索。冉东东同下属一路追踪过去，结果却发现了自己的老公，也就是开头的一幕。深夜里两人又吵了一架，他俩这还没离呢，你就明目张胆的跟贝珍扯到一起，这么做是有点不大合适啊。面对老婆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穆达夫已经不想再解释了。深夜躺在书房的小床上，穆达夫辗转反侧，回忆起第一次开房时，他告诉了一个香艳的女人自己的房间号码。然而当女人踏进酒店的电梯，按响门铃后，穆达夫却后悔了，理智告诉他自己不能这么做。于是他给女人发去消息，告诉他自己突然觉得这样不妥，在对方上电梯时自己已经离开了。接着是第二次开房，同样是这个女人，而这一次是女人后悔了，
他没能有勇气踏上酒店的电梯。这便是穆达夫两次开房的事实，貌似发生了什么，但又没完全发生。然而就是因为最初的撒谎掩饰，造就了亡羊补牢，也造就了今天紧张的婚姻关系。回忆过后，穆达夫貌似听到了妻子的哭声，他起身后推开妻子的房门，却看到了骇人的一幕，妻子竟然割腕自杀了。回想真的全员都在撒谎，供词里没一个是真的，穆达夫到底有没有出轨，夏冰清究竟是谁杀害的。就在刚刚，吴文超被爸妈亲手送回了警局。你是怎么策划杀害夏冰清的？我没有杀害夏冰清。原来那天徐山川的大侄子兼司机提着50万上门找到吴文超做生意，做一个策划，让夏冰清不再骚扰徐总，永远滚出徐总的视线。起初吴文超是拒绝的，但当看到那满满当当的背包时，他选择了见钱眼开。你知道买凶杀人什么罪吗？我不是买凶杀人，我没有杀的杀人。我告诉你，现在最好把你跟吴文超的事情一五一十从头到尾给我说一遍，是不是买凶杀人我们判定。原来当初徐海涛因为买婚房愁坏了，恰逢此时徐山川知道后给了大侄子200万，为了感激叔叔，他当即口头保证，表示绝不让夏冰清以后再骚扰叔叔婶婶。尽管徐山川说了不要管自己和夏冰清的事情，但徐海涛还是从200万里拿出了50万找到了吴文超。而徐海涛当初说话也很高明，他在谈话间强调只要不杀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但吴文超思来想去后发现对方是在正话反说，借刀杀人，要想让夏冰清永远不骚扰徐总，杀人是唯一的方法。但吴文超显然没有掉入这个圈套，此时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刘青给了他灵感，因为刘青是做移民生意的，吴文超便想着让夏冰清移民，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策划。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吴文超总是给夏冰清暗示移民的好处，而夏冰清也发现最近总有人跟着自己，就连徐总也提醒自己出门要小心。接着两人又在夏冰清面前故意演戏，将移民仪式说得天花乱坠，此时天真的夏冰清显然有了上钩的迹象。然而让吴文超万万没想到的是，才过了没有多久，刘青便拿来了夏冰清签字的移民合同，吴文超看后也爽快地付了50000定金。你真的舍得离开吗？你觉得我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可惜我配不上你啊。你如果个子长得再高一点，说不定我就不走了呢。夏冰清的一句话戳中了吴文超的痛处，此时天真的夏冰清竟然相信了结巴的刘青是个老实人。吴文超有些于心不忍，暗示夏冰清以后出国要留点心眼，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不相信你，我真的没有别人可以相信了。随后徐海涛按耐不住，深夜找上门询问吴文超是怎办事的。夏冰清不仅没有停止对徐总骚扰，还在不停地管他要钱。吴文超解释说移民本来就要不少钱，临走时徐海涛警告吴文超两个月内必须把事办成。隔天吴文超又找到刘青，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刘青居然说夏冰清很可能已经爱上自己了，并声称上个月夏冰清约自己见面，对方明确表达想和自己一起私奔。仅仅亲一口不足以让你带他私奔吧？我又不是吃素的，怎么可能就亲一下呢？吴文超听后掩面大笑，你这人啊真的是又偏财又偏色啊。吴文超说夏冰清是个好女孩，让刘青带她走得远远的，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好好照顾对方。最后吴文超也给结了剩下的尾款。可冉东东听了吴文超的供词后，怀疑刘青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真的带走夏冰清私奔。吴文超表示自己也怀疑过，他甚至担心刘青做不到私奔，最后选择暴力手段。直到前段时间听到夏冰清的死讯后，他给刘青打去电话，可号码已经注销了，发微信也没回，跑去对方公司，老板说他离职了。刘青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如果人真是刘青杀的，吴文超，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而根据吴文超阐述，先前之所以约见徐海涛在酒店见面，是因为他一直喜欢着夏冰清，当得知对方被杀害后，他也不想在这个城市待了，于是便想着临走前再敲诈徐海涛一笔，便谎称夏冰清是自己做掉的，以此来威胁对方。而吴文超口口声声说喜欢夏冰清，可他的一条命到最后在吴文超眼里也只不过值50万罢了。回想目前只剩下一集了，剧情却有许多坑都还没填，比如夏冰清究竟是谁杀害的，穆达夫究竟有没有和贝珍发生关系，4年前的那个夜晚究竟是不是他，亦或是他真的被妻子逼出了精神分裂，两人离婚前一起去了医院，原因是二人都怀疑双方有精神问题。尽管医生说穆达夫的精神没问题，可冉东东依旧不相信，于是医生让夫妻二人做个信任游戏，很简单，只需要戴上眼罩向后倒，另一个人在身后接着便好。可以看到穆达夫很相信妻子，二话不说便倒了下去，可当轮到妻子时，冉东东却迟迟不敢倒下去，特殊的职业让他不相信所有人，包括他的丈夫。我要是信任嫌疑人，我就永远都破不了案。那也不能够把丈夫当嫌疑人对待啊。冉东东是一个很敏感的女人，这一点对破案很有帮助。因为就在几天前，警方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刘青的踪迹，这家伙竟然跑去五指山投靠了自己的前女友卜之兰。随后冉东东带队来到了卜之兰的茶庄。
刘青，有警察找你。警察分别审问了刘青和卜之兰，却并未问出刘青杀害夏冰清的直接证据。刘青向警察阐述有几点：第一，夏冰清本身并不想移民，之所以找自己签订移民合同，是为了拿着合同去找徐山川要钱；第二，刘青撒谎对吴文超说夏冰清爱上了自己，自己要和夏冰清私奔，是为了防止吴文超再要回那10万块钱。虽然第一次审问没能找到刘青的破绽，但冉东东敏感的直觉告诉他，对方仍然有所隐瞒。于是临走时，他同刘青的前女友深刻的交流一番，相互真情的吐诉，让二人迅速处成了姐妹，并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半年多过去了，大坑案的凶手依旧逍遥法外，舆论的压力让刑警队整个头大。我好像看见凶手了，不是一闪而过。冉东东破案破魔怔了，在同老公离婚后，冉东东收到了卜之兰的联系，于是他孤身一人再次来到了五指山。卜之兰告诉冉东东，自从你们上次走后，刘青就变得极度没有安全感，十分多疑，仿佛身边有人随时要害他一般。他之前一直很想跟我有一个孩子，但我告诉他我怀孕的时候，他那个反应太让我意外，他是不是哭了？冉东东觉得自己没有猜错，刘青一定犯了什么罪，他觉得孩子是无辜的，所以才会哭着忏悔。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两个女人联手演起戏来。冉东东谎称自己是来休假的，当听说冉警官又来了后，刘青当即慌了起来，紧张的连做饭都烧了手。深夜三人来了顿坦白局，刘青和冉警官两人喝了不少酒，喝酒期间冉东东正常发挥，一顿阴阳怪气起来，把在家对付老公那一套一股脑全用在了刘青身上。刘青不像是穆达夫，人家是教授，多少有些成熟，何况强如穆教授，被冉队天天质问的也快精神分裂了。刘青一顿饭下来脸色极为难看，饭后冉队让卜之兰再去找刘青聊聊，劝他回头是岸，但前提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激怒对方。把我设置成你手机的快捷键，我肯定不睡，随时过去。深夜随时待命的冉东东突然听到屋外传来动静，他甩出甩棍来到门前询问屋外是谁，怎料来人居然是穆达夫，他诧异前夫怎么会突然来这里。穆达夫回答还不是担心你。另一边卜之兰找到刘青，醉了酒的刘青很生气，质问卜之兰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是我对你不好吗？是我不爱你吗？卜之兰说都不是。他是你不爱我吗？也不是。他是为什么呀？你是巴不得看我去坐牢是吗？啊！你承认你和大坑案有关系？我没有。卜之兰虽然不认识夏冰清，但是他也不希望夏冰清的死和自己肚子里的父亲有关系，所以他才把冉警官叫来。如果刘青真是清白的话，就去找冉警官说清楚，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自己和肚中的孩子会等刘青出来。刘青刚想和卜之兰解释些什么，怎料对方却直接拿出把菜刀，他告诉刘青，如果你真杀了夏冰清，那就把我也杀了吧，我没办法和一个杀人犯过日子。刘青听后一把夺过菜刀，情绪逐渐失控。为什么要逼我呀？啊！临近黄昏，一个农民工悄悄走到美女身后，朝她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每次抚摸我，你都会把双手搓热。虽然你的手和我的一样粗糙，却融化了我的皮肤。我融化了。你的手也融化了。荒山野岭的瀑布前，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给你念诗。夏冰清有些错愕和警惕，他朝着男人所说的方向看去，怎料下一秒，一把铁锤竟狠狠地砸在自己后脑之上，夏冰清就这样死在了酒店后山的瀑布前。有谁能想到最后杀死夏冰清的人不是徐山川，不是吴文超，也不是刘青，竟然是一个先前从未出场的农民工。而他杀人的理由也离谱到了极点。时间线回到几天前，刘青拎着菜刀来到冉东东的房间，穆达夫见对方手里拿着武器，毫不犹豫地护在了前妻身前。我没杀人。冉东东一把推过穆达夫，当场开始 CPU 刘青，让他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主角的嘴遁永远是无敌的。刘青扔下菜刀表示会坦白一切，穆达夫见状赶忙上前将菜刀踢到一边，冉东东一脸欣赏前夫哥的小表情。随后刘青向冉队坦白了自己的作案经过，一切要从单位旁的这位农民工说起。工人小哥名叫易春阳，平时总是厚着脸皮向刘青借水，刘青也总爱关照这个看似憨厚的工地小哥。这天刘青拎着行李打算跑路，却恰巧遇到了易春阳。易春阳因为这个工地完工要换工地，便跑来和刘青告别。为了感谢平时刘青对自己的照顾，易春阳给对方留了自己的电话，让他以后遇到麻烦找自己。刘青则只当是个小恩小惠，没太上心。然而随后两人坐下闲聊时，聊到了夏冰清，易春阳误以为夏冰清是刘青的女友，而刘青则撒谎说自己有妻有女，夏冰清总缠着自己不撒手。易春阳听后表示，那好办，我有办法可以帮你把事摆平。那要是有钱可以试试啊。
刘青听后来的精神，当即从袋子里取出10000块，并把夏冰清的照片交给了易春阳。临走时他特意叮嘱对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千万不能使用暴力。易春阳笑着答应，然而刘青万万没想到，这工人小哥会因为10000块钱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人给做了。交代完自己知道的事情，在和卜之兰以及他肚中的孩子告别后，刘青便被当地警方带走了。临走时卜之兰对冉东东说了句他后悔叫对方来了。得知案发的经过后，警方立马发布了易春阳的悬赏令，并来到了易春阳老家。在对方爸妈处了解到易春阳已经有2年没回来，留下悬赏令后众人便告辞。返回的路上，冉队突然接到线人的电话，说是在海上发现了易春阳。我上船抓人。审讯室内，易春阳淡定地交代了自己的杀人经过。他声称自己在拿到刘青给的10000块钱后，便开始跟踪夏冰清，一连好几天都发现他一直去莲湖酒店后湖的瀑布前，每次都在瀑布前站好久，身体向前倾又突然收住，估计是想跳湖自杀，但又不敢吧。那天我就在那儿等他，我想他要是来了，我就帮他，帮他跳。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事情，易春阳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夏冰清打了。随后他又找来两个救生圈，趁着天黑将夏冰清拖到了西江。他想着西江入海口的水急，这样尸体便能冲进海里。夏冰清的手是你切下来的吗？我杀他就是要把他的手送给我的女朋友。事后冉队找到了易春阳口中的女朋友，这是一个失去右手的女孩，但却并非是易春阳的女朋友。易春阳对她一见钟情，为她写了一首诗，也就是开头念给夏冰清的那首诗。渐渐的相处下来，女孩发现易春阳不太正常，脑子有问题，总是爱幻想。事后冉队通过易春阳的交代，在女孩上班门口的花坛前挖出了一个断臂的维纳斯雕像以及一个枯骨的右手。看着这只右手，易春阳哭了，他朝女孩跪了下来。我好的手啊，你怎么就不珍惜呢，钱子可惜啊。如今案子已经破了一半，可就当这天冉队给母亲倒腾手机时，老爸的一句话让他想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线索，一个定罪徐山川的重要线索。回想大结局，你认为烂尾了吗？男下属向冉东东表白，徐山川没杀人却被判了死刑，藏得最深的徐夫人原来一直给徐山川戴了菠菜帽子。就在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关键线索，于是火急火燎地冲到夏冰清的爸妈家。果不其然，夏冰清在母亲的手机上备份了徐山川强迫自己的犯罪录音。趁热打铁下，冉东东又给徐海涛看了一段视频，视频内容是审问他未婚妻的一段录像。在你们发生关系前，徐山川知道你是徐海涛的未婚妻吗？女孩摇头答复，原来吉吉国王徐海涛的未婚妻，先前也是徐山川的众多女人之一。徐山川在意外得知她是自己大侄子的未婚妻后，立马和其撇清了关系。为了弥补她，徐山川才把大侄子的婚房钱给出了。怎料吉吉国王还傻乎乎的不知真相，要帮助叔叔除掉夏冰清这个麻烦。如今得知真相的徐海涛愤怒至极，将自己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原来在徐夫人生日当天，徐总正在给家人庆生，夏冰清却突然闯上门来闹事。徐山川，不作！徐山川，你给我出来！你有手就出来，你做个男人行吗？徐山川出来后警告夏冰清别再胡闹了，不然一定会让你后悔。在将这个疯女人打发走后，他淡定的又给徐夫人过起了生日。徐夫人将他拉进卧室后，直接给了对方一巴掌，把恶心带回家来了。说罢还不忘嘲讽，让老公把夏冰清请进来跟自己一起吹个蜡烛。隔天徐山川便找到夏冰清质问他，自己已经给了你这么多钱，你为什么还不移民去国外？夏冰清却说自己不想走了，他爱上徐山川了，只想跟徐山川一起去国外。我跟你一起走？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净身出户。对啊，你不是说我在抢劫吗？我就用抢你的钱养你，咱俩一块儿到国外安安稳稳的过完下半辈子，不行吗？徐山川听后无语了，看着眼前这傻妞，是不是给他惯出毛病来了？两人当即闹掰，夏冰清继续作了起来，声称自己手里有证据。徐山川以为是第一次见面强迫他的证据，这个他一点都不怕，怎料他却说，我说的不是那件事儿，我说的是你给那个人行贿2000万的事儿，你觉得这个证据够吗？正是这句话让徐山川有了想要除掉对方的心思，于是便再次暗示让傻侄子搞定对方。你钱不够跟我说。够。这一切行车记录仪都记录了下来。然而当冉东东听过徐海涛的证词，去徐山川车上找证据时，却发现行车记录仪被人动了手脚。不久后冉东东找到徐夫人，让对方提供给自己徐山川犯罪的证据。徐夫人一开始仍旧云淡风轻，直到冉东东掏出一张健身教练的照片。我跟徐山川有个约定，私生活互不干涉的。那这个秘密徐山川知道吗？
原来女儿不是徐山川亲生的，而徐夫人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般佛系，一直在暗中报复老公，收集掌握对方的证据。行车记录仪便是她拿走的，自己的把柄握在对方手里。作为交易，徐夫人将证据交了出去，如今证据确凿，徐山川因故意杀人罪等等罚款500万被判死刑，徐海涛被判3年，吴文超被判5年，刘青被判7年。至于真正嘎了人的易春阳，因为身患精神分裂症被判了无期徒刑。如此一来，大坑案结案。下属邀请冉队晚上一起吃饭，另一边被真见了穆达夫，他一直在等对方一个答案，是否要跟自己在一起。深夜的餐厅里，下属特意选了一个冉队经常给穆达夫去的一家餐厅，他向队长表达了爱意，却惨遭对方拒绝。你冲动，真的崇拜不是爱。3个月后，穆达夫在下课回家时被一个神秘的车辆跟踪，随后便接到了一个夹着嗓音说话的陌生电话。人家仰慕您很久了，也是您的读者，请原谅人家的冒昧哦。你的文字真的好性感哎。穆达夫一听笑了，这个嗓音太熟悉了，这才是自己认识他时最初的样子。你的案子还没破，两次连湖开房到底干什么了？穆达夫听后立马又打起了马虎眼，表示过去太久了，记不清楚了。至此回想就大结局了，穆达夫过了3个月的自由生活，又要回家被老婆支配了。